队要吵什么？这个我觉得很正常耶。你不要自己说正常，我们来听。佩佩，你站这边。不正常，因为这段跟你没有关系。闪远一点。干嘛这样子？像他这一件啊，就是他常常就是。等一下，这我穿给你看，我穿给你看。好，你穿看。这个就是没有身材男生不喜欢的。对，真的。我告诉你，这穿起来其实很有那种千颂伊的感觉。千颂伊，千颂伊，或者是侦探，买千颂伊。复古味啊，复古味，就是也没有到侦探那么好。通告结束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。你还有什么配备？这很好看啊，基本款。你看他单穿可能还好啊，可是他不是这样穿。哦，他有配备。我觉得这种真是有点这种欲盖弥彰的心态太让人觉得太奇怪。我觉得你会这样，他就是想要看得出来才怪。他这个根本就是要去开房间，怕被拍。对，对，就这种对。这个太夸张了。那这根本就是社会，这个社会新闻啊！这位小姐，你有什么事要澄清吗？不是啦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有一个品牌化妆品品牌叫做 Benefit， 它上面的很多的包装图案都是这样子的女生，是不是都是这种女生？就是复古七零年代，你看这样子是有没有？走出去走到你旁边，我们就觉得自己神经病。对啊，复古杂志风就没办法。刚从医院出来，所以小姨这件风衣是爱到你什么了？太包了，太包了，是不是？太包了，因为它。除了之，因为他之后他还会再穿一件裤子，就什么肉都没有跑出来。对，就是还好啊，基本款啊，包那样子还好。外套搭了基本款，你为什么要丢掉他这一件？对啊，这件好看，很好搭哎。不是，因为男生一向对于卡其这件事情穿在女生身上是没有那么喜欢，会觉得想到哇，那不想到好像高中好像见中生的那种感觉，见中生，好像制服一样，姐超搭的，是不是很有气势？这一件穿起来很有气势哎。你没有理由丢掉我们的风衣耶，真的，配个靴子多好看啊！觉得可以，没有，我觉得就是他刚弄的那个丝巾，什么墨镜太多，这样子，复古复古，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单穿是好看，时尚时尚。丝巾不要放头上就好了。对，其实我真的要讲一句公道话，其实光这件风衣是非常时尚，而且每一季都很好搭配。可是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它的搭配的，比如说它裤子啦，或者过长的裙子啦，或者它围那样围巾。其实基本上穿风衣又围那样围巾，基本上有两件事是刚好发生的。比如说第一件事情，你刚好整形完怕被发现，你会这样包；还有第二件事情，你刚好去。撞到骑机车撞到电线杆，然后你有受伤，脸有肿，那你就包起来。其实这样是不 OK 的。我觉得风衣可以留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留，可以留。可以留啦 ，OK。你还对什么不满？其他的，还有像这种蕾丝的衣服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现场女生，这种衣服，这很公主啊、每个人这辈子一定都有好几件吧？我没有。哦，真的吗？对不起哦，看吧，是吧？这很甜美。就是这个其实现在东区会有那种整间店都在卖这种风格的衣服，对，但是森林系女孩。但主要我是觉得，那你不懂是哪里材质的问题吧？材质对，因为本身像我们店里有很多，这是洋装还是上衣？它可以当洋，就是如果你想大胆一点，就当洋装穿，会比较短，露腿。恐怖，直接丢掉吗？蕾丝不容易。对，你不小心就会不容易搭，那你也很难把它质感衬出来。蕾丝真的是不好搭。对，然后再来。有比较多不满意的就是这个，有荷叶边的衣服。荷叶边你不喜欢？对，我非常不喜欢。荷叶边我还蛮喜欢的。对，以前还蛮喜欢的，就以前有一次，因为他平常之前他跟我出来，他都会穿比较轻松、比较自在的。然后但是有一次他突然穿荷叶边的衣服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他改变风格了耶，终于。然后我就开始称赞他说，哎，你穿荷叶边好可爱，好甜美哦。结果他之后呢，就整个衣柜全部都是荷叶边。你要怪我们吗？那有你的表现的时候，我要称赞。不是，我是说不了你。因为我主要目的是要他改变风格，就都是改变成。可是你知道我穿这一件在 FB 粉丝团上面有多少人转发吗？多少？这照片30几个，好像也没有很多吗？不过30几个也 OK， 就是。很多女生都说好看啊，好看，对啊，像这种还可以拉，就是对拉平肩，就是她没办法显现出女人味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啦，我们穿给女生看的，穿女生开心。你还有什么不满？对，还有再来就是这种睡衣啊，
因为我曾经有想帮他买稍微性感一点的睡衣，我带他都穿这种，我老公超想帮他买睡衣的，对，好舒服，可是一穿上去马上瞬间睡着，对，所以他睡在旁边，我就觉得哎，是一个小女生还是女儿啊什么的，这会有点让男生兴趣缺缺，对，怎么会很舒服，一点想恩爱的感觉都没有。等一下，你知道这有多贵吗？这一件？这多贵？价值20000多？什么？这要20000？不是啊，价值啊，因为这人家从英国帮我带回来的，所以我送了他快20000块的 iPad。所以这对我来说这很重要。欧昌明先生，如果说亚兰穿买这件回来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把它脱掉。是不是很有性欲？是有性欲吗？不喜欢、欸、不是不是性欲，我是觉得太哦，眼睛看久了很花，受不了。会不会想要去数他有几只？不是那时候佩佩你不穿他喜欢穿的睡衣，还偶尔给老公。可是这样也太累了吧、啊？因为我们工作每天已经很忙，我睡觉时间每天大概只有4-5个小时，我就是要马上进入睡眠。别人都为了失眠苦恼，我可以马上进入睡眠，不是很好？那你有买？你刚才自己帮他买性感？对啊。我有说过我要帮他买啊，但是他很反对。可是这样晚上太累了，对啊，所以我不想让他帮我买。可是其实坦白讲，刚才那个睡衣，你们衣柜有的请举圈。哦，你穿都有，很舒服吧？很舒服哎，有在啊。悠悠妈没有，没有哎。为什么？我真的就是穿性感的那种。没有，美人姐，你看我的这个睡衣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？我老公说你有事吗？这男人很难搞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很奇怪啊。这一件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颜色的问题。是吗？会吗？他那个柑橘类的感觉还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这个颜色，对吧？颜色有点对对，可是这个以那个色彩学来说，橘色是一个非常可口的颜色，是不是？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餐厅，他们都用这个颜色，这个会激发很多男生有某一种喜好。可是我老公说你有事吗？不是，你穿这一件睡衣，你会让老公认为说你今天晚上有企图，而不是只是想要好好睡。对，你知道吗？感觉好像不是要勾引，对对对，可是就是要，可是就是要勾引他啊！哦，你是为了这个，那是成立的啦。但这个薛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女生如果真的想要，比如说展现性感，是不是一定要露点胸、露点腿才叫性感？其实我觉得，我倒是觉得，刚刚每一个人的收集的颜色，可以看到他们心里的秘密。哦，其实佩佩他收集的颜色大多是白色的衣服，所以其实他的心里是很保守的。我是保守，对，所以他其实那样遮起来，不只是想要把很多遮起来，是他根本就不习惯穿的这么露。他只觉得工作，对，我是工作，对啊。那他那件睡裤那么花，那个所以你老婆会收集黄色的、黄绿色，就是要快乐的颜色。哦，这块所以喜欢收集黄绿色的人是心里面比较焦虑的，所以心里并不快乐。哦。有什么好惊讶的？跟红烧你会快乐的。被你搞得很焦虑。不是，因为 surprise 的。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化妆师，他以前是学画画，所以他对色彩很敏锐。所以以前我穿什么衣服，他都跟我说，这样不对，你这个颜色配这个颜色就是垃圾。对，我就刚刚说有一些什么饱和度的问题啊，就是。他超挑剔的，对，所以我后来就干脆我都直接买就是那种素色，对。或是单一颜色的，就是比较安全的那种。所以你是为了怕被我念，然后对，他标准超严格。你还气他什么？哎，这为什么要买两件？就是对这个，因为我老公说他喜欢那种，就有一次我穿的那种雪纺啊，蕾丝荷叶边，他这也是荷叶边。可是你自己称赞人家荷叶边，他就猛买。看他如果布料换掉，其实跟他身上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对，差不多一样，就长一样。那另外一件呢？另外一件也是一样的，长得一样。那为什么要买？他可能以为自己双胞胎就可以买两件一样的吧。不是，因为他可以拉斜肩，就是他可以展现就是比较优雅又有点时尚感，就很好配啊。然后我的鞋子就配素色就好了。就看不懂啊。对啊，就在树林里面应该找不到他的。你可能要偶一偶一偶才有人叫你。对，没有。可是你这是为了上节目吗？我这个哦，其实我平常试一下，如果是老公有放假的话，我跟他约会我也会穿。然后这个也是蕾丝，这个这个也是蕾丝，有一点蕾丝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就是它是洋装，然后它可以前短后长。我以为是裙子哎。没有，它是洋，它其实有好几种穿法了。那但它主要是洋装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子穿起来，然后配个腰带，它就是前短后长，就是比较不会露屁股，但是你可以露腿。前阵子蛮流行。对啊。
但这种我一件都没有穿过，因为我前阵子买的时候就被他嫌到不行。你看每人的，我一次都没有穿过。每人的表情一看就知道，连你都觉得不 OK， 好像不太过关。他不喜欢这个，这个才是拼的颜色不是很好。对，因为这个颜色本来看起来就是脏脏浊浊、旧旧的。那你不管你肤色再好，或者你说想要搭配再时尚的鞋子、包包，它完全都融格格不入，融不进去。这件很难，算了，很难，很难，好吧。所以这个真的可以丢了，人家讲的有道理啦。好了，好吧，算了。好了。所以这个今天想要把佩佩变成什么样？你心中的样子？我希望她可以变成有点像徐若瑄的感觉。哇，哇好硬哦！要求好高哦。为什么会选择徐若瑄？因为我觉得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甜美，然后又带点性感。小性感。我老公一直要我在他面前的时候要很性感。对，我也希望他在我面前可以表现出一些可以勾引我的那种感觉，可是又不是。因为徐若瑄他整个特色，他有点猫脸狗眼，就是那种就无辜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脸像猫一样这样子。然后穿上他服装，林国祥身上服装大概是。对，我很能够体会佩佩老公饥渴的程度，所以我今天呢决定来给他一个非常大尺度的改变。真的吗？那我今天呢当然给他带来一些非常特殊的。哇，你拿那个出来。哇，你拿这个出来。其实我刚刚听了他老公这么多的抱怨呢，我觉得我可以体会他的心情，因为佩佩所有的衣服不是浊浊，就是颜色好像旧旧的。但如果他挑鲜艳，又非常恐怖，非常杂乱。所以我们今天干脆就让他性感，然后颜色让他饱和化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一次呢，我们就来给他搭配。我们从他衣橱里面找出一些元素出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徐若瑄身上的感觉哦，比如说有那种荷叶，不要再像他身上这么复杂的荷叶。对对对，给他一个简单的荷叶，然后又加上有一点点质感。那因为她老公是造型师，所以她喜欢看这种颜色非常饱和、这个、非常有质感的感觉。这个亮跟这个珠珠就很搭，很搭。晚上给他这样搭配起来，可以去换了，去换了，是会很出色的。好期待、哦，去换，去换，真的会期待。哦，看到这个就好紧张哦。来来来，请。看完佩佩可怕的衣服后，曾雅兰也已经换装完成喽。改造过后的她将会重新点燃老公内心的欲望哦。